来，喝茶。谢谢梁哥。来公司多久了？公司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在。我对你怎么样啊？梁总对我太好了，恩重如山。那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，没有任何意见。那你说说那个事儿吧。那件事真的和我没关系，我也不知道是谁把发单泄露出去了。我有说是方案的事吗？真是你干的，梁总，对不起，我也是有苦衷的。我妹妹住院了，急需一笔钱，所以我被开除了。梁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你知道这件事对公司的影响有多大吗？好吧，那我认了。等等，你记着，以后别戴着虚伪的面具去欺骗对你好的人。这卡里的钱足够看你妹妹的病了，拿着。这我给你钱是看在你跟我干的份上，要开除你这是公司的规矩。论情义是我处事的方式，讲规矩是我为人的原则。